的。哎，坐前面还是能闻到点味道。坐在马屁股背后，马味儿是吗？嗯，挺重的。骑上我心爱的小马车。看到长辈要这样啊，就是得这样敬个礼。对，比如说路边的长辈就是，是吧？刚才什么？也是什么？也是。大家坐。啊，不接见。啊不。就是这儿的那个人和人之间的人情味儿还挺浓的，无论你是不是刚才见的，你都得握手。一般走路见面必须得握手。